成了今天台股的救世主了。不过 AI 在最近呢，其实股价波动是比较大的。我们要请教微良，现在大小模式同步看好 AI。不过如果说在最近波动比较大的情况之下，我怎么样去看这些个股的这个适合进场的位阶呢？好。 教大家呢，一眼就能够分辨 AI 股的强弱。对，那其实透过两条线，月线啊，这个叫做强弱线。月线之上，其实代表呢，股价还是维持多方掌控的趋势哦，甚至容易呢再突破前高。那季线呢，叫做生命线。 如果季线失守，就是要喊救命了，惨了哈！明显啊，那尤其你想想看，季线是过去3个月，那3个月前不就是这一波 AI 股开始狂涨起点吗？所以如果你跌破季线，那事情就大条了。3个月来，所有买进 AI 的被套牢，哇，这个就是重重压力。所以呢，我们依照这两条线分成呢，如果股价同步站在月线、季线之上，这个就是呢 No.1 最强的等级的。 哦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呢，距离前波高点的幅度相对都是比较接近的。哦，那统计到呢，今天中午为止，像永德已经创新高，后来这个银邦哦尾盘急拉之后也创了新高了。是，哦，那你看哦，像台光电、广达、金像电、健鼎，其实都很接近前波高点的，所以随时都会突破。那至于说介于中间的啊，月线之下、季线之上的这种股票呢，它还需要再沉淀一下筹码，所以你就要区间操作。是，那再来最弱就是呢，都已经跌破的，跌破季线了，那千万不要呢急着想伸手去摸底，你要先确认一下基本面有没有变化。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反而也可能是一个机会，因为呢距离前高越远，将来如果基本面改变啊没有改变的话，那再涨上去的话空间就最大。所以这一组呢有可能还需要再整理，可是呢它反而潜在的涨幅空间是最大的。 那建议大家就可以从这里面呢，依照你的操作属性，如果你要胜率高，做短打。